可能是心有灵犀吧。师傅，去机场。去机场。为了给对方惊喜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赶去了对方的城市。却是完美的错过。住进他在北京落脚的地方，感觉到处都是他的气息，就更想他了。当得知学校要求一周后去报到，面试成功的喜悦感，瞬间被要跟苏木分开的失落感代替。一直以来。 他给了我太多的惊喜和感动，想跟他说的事儿，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对，学姐。嗯，好了你，酒量什么样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 别喝了。是啊，你之前也说过，喝酒，我也就是你一个弟弟。你在我心里呀，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。所以，不管你经历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你就来找我，我绝对会像以前一样，任何事情都为你出头，永远替你出头。对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 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嗯，是不是考试的事儿？你看，我就说你会读心术吧。没有，我上次去北京接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有心事儿。怎么了？不是考得挺好的吗？就是因为考得挺好，所以才。 如果我出国留学的话，我就要和你分开。可我不想跟你分开。那就留下来啊。我以为你会劝我。傻瓜，我也不想和你分开，为什么要劝你？
喂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找你啊。 泳衣了吗？你要去海边啊？嗯，我跟苏木约好要去海边玩。你的泳衣，一件是你小学时候我给你买的儿童泳衣，一件是从头包到脚的连体泳衣。你要穿这个，苏木还以为你在逗他玩呢。哎，你长大了，要穿比基尼了。比基尼。 哎，泳衣在这儿，来挑一个吧。就这个吧。这个怎么行？这点布料，这跟不穿有什么区别啊？买点保守的吧。保守的？嗯。那妈妈带你去买潜水服好吗？好呀。好什么好？就这件。服务员，包起来。 到时候你穿这个泳衣，肯定好看的，好看的不得了。没有吧？哎，李娟儿，田冰冰，嘚嘚啊，这是妈妈的大学同学，快叫李阿姨。哦。 阿姨好，哎，李娟儿，我们几年没见了，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嗨，我离婚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你跟你老公不是感情很好的吗？感情这种东西根本就靠不住，他一见到年轻漂亮的他就动心，这么多年他都出轨好几次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记得你老公对你很好的。哎，你还记得大学同学聚会那次？ 我们是一直夸他，夸你老公又帅又有才，而且对你又好。天哪，这人说变就变了哈。唉，当初我为了照顾这个家，放弃了我自己的事业。可是到离婚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我整天不工作，在家里就吃他的喝他的。你看哦，女人就得有自己的事业。当初啊，我一直弄我的小店，你看生意虽小，但是踏实啊。 是啊，我这不也没有办法吗？你说上学的时候学的那些东西全忘了，现在还有孩子需要照顾，我只好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看哦，当初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谁说不是呢？以前都是你们羡慕我，现在成了我羡慕你们了呀。我们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 至少你老公爱你啊，你还有个这么好的女儿是吧？一看就特别聪明，以后啊，那肯定是前途无量的。谢谢阿姨。哎，对了，你还记得我们大学时候我们班有个小花，她怎么样了？她跟她老公结婚之后就去了国外了，可是没想到她老公工作了几年就破产了，现在带着两个孩子，哎，这过得呀也是不太好。 喂，咱们几点去海边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工作有点多，哦，可能要晚一会儿。哦，那你先忙。你先在家等我。嗯，好。嗯。
喂，你爹。你干嘛呢？没事儿干。现在大家都好忙好充实，就我一个人这么闲。我该不会之后就会像那个阿姨一样吧？你说要带我来看星星，可是这天上没有星星啊。今天会有流星。有流星？哇，那可以许愿了，赶紧把手机准备好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。
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依然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宝贝回来啦！怎么样怎么样？那个泳衣效果不错吧？妈，松了，根本就没让我脱外套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你问我爸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天太凉呗。凉吗？喂，苏木呢？哦，你是不是又偷偷跑出来了？你别等他了，他怎么了？他在开会。让我今天送你，你就别等他了。不用了，一会儿我自己回去。你别不高兴了，你得习惯习惯，这以后肯定是常态。你俩都是好的了，至少还在一个地方能见面。不像我啊，我马上就要去日本。去日本？对。我们公司跟森海建立了合作，成立了分公司，让我过去。那你跟廖宇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呀？分隔两地呗。你就不能不去吗？我也不想去啊，不过小雨也支持我。我想通了，好男人志在四方，我跟你们女孩没法比。我们女人怎么了？你看，
苏木的事业很成功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只需要在家多生几个孩子，把家务事操持好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你抱抱他，再亲亲他，不就好了吗？该说的我都跟他说了，他怎么样？说之前吧，挺慌的；说之后吧，更慌。我不是说不要让他难过吗？他只是慌，也没难过呀。慌。忙了一整天，给人累了。来，都坐下，坐。哎呀，哎，闺女，你在这晃了一天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想小苏苏，你就去找他呀，那么近。我找他也没用啊，他那么忙。现在他也该忙完了吧？哎，我想好了，我决定。出国留学，这没毛病啊，怎么想到出去留学了呢？是啊，你不会跟小苏苏吵架了吧？没有，我只是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很纠结。苏木越是对我好，我越是觉得舍不得，但同时他越对我好，我越应该相信他。距离和时间都改变不了爱情，除非人变了。而且我不仅爱苏木，我还爱我自己，我爱我自己的梦想和我以后的生活。女儿啊，你长大了。闺女啊，你还记不记得你上次考试失利的那天，就在这儿，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我的闺女啊，永远都不会让我失望。从小到大，你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而且你做了什么，都做得很好。这一点啊，特别让老爸的欣慰。本以为你这次恋爱了，会失去自我，没想到这次的恋爱啊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似锦，花似树啊。嗯，是啊，你现在都快是我偶像了。哎呀，你别这么说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。哎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报到时间是后天。那你明天就得出发呀。哎，为什么？你怎么也得收拾收拾啊，万一出什么幺蛾子该怎么办啊？你爸说的对。哎，那你明天就走，你跟苏木说了吗？我也是刚决定好的。哎，一想到明天就走，怎么就舍不得了？
好，嗯，拜拜拜拜。他明天没有时间。嘿，苏沫这个臭小子。闺女啊，嗯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不考虑了，我已经做出决定了。这才像我的好女儿。行，既然做了决定，咱们就不要再改变了，啊！今天大家都累了，收工回家。走，走。明雅姐，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喜欢你。我没听错吧？我喜欢你。哦，我知道你是怕我拆散苏木和甜甜他们两个人，不过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没有那么幼稚。他是他的事，我是我的事。自从上次在酒吧之后，我就忘不掉你了。你们姐弟俩都这么猛的吗？是啊，我想赢，所以我不怕输。可是明雅姐，你知道我一直都是把你当姐姐看待的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继续把我当姐姐看，但我会把你当男朋友，直到你不再把我当姐姐的那一天，或者像姐姐那样的女朋友。哎，当时甜甜的也是把我当弟弟，我怎么就没这么说呢？那是因为你没敢说，说明你就不够喜欢他，而我足够喜欢你。不是明雅姐，咱俩也没认识多久，你怎么可能喜欢我？那苏木跟甜甜的不也没认识多长时间就在一起了吗？喜欢不是靠时间积累的，而是靠感觉。感觉？一句话，你对我有没有感觉？我感觉有点懵。小王啊，我说你也太客气了，我们打着车走就完了，还跑过来特意送我们一趟。苏木没时间，他特意嘱咐我一定要把你们送到机场。要我说呀，这什么事啊他都得分个主次，工作嘛最重要，送不送的，送你送到小春外，有句话儿要交代。
们怎么都不说话，也都不理我呢？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